昨天好像听说郭守正回台湾了，你有跟他？我跟你讲哦，奇怪，我都是你们告诉我的，我都不晓得啊。是他们觉得他吗？啊，在接洽吗？跟郭守正，都是郭守正来跟你们联系的。那联系也不会直接联系我，说我不晓得。那你怎么看现在就是要挺郭台铭出来的一些民众说要遍地开花，在联署他，要他出来选？那联署一般要28份。那些标准一定要多领一些，所以那我那个要那个真的要开始联署到大规模的活动，你看不是让几个点这样晃一晃，这样所以没那么容易。你觉得现在郭台铭是台面上最好的人选吗？总统人选？不过也要他，我觉得这样的，这是一个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嘛，这是希望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叫说服台湾民众的一个机会嘛，大家要来讲他们，我讲嘛，每个人都有他优点缺点的，特别是每个人都有引起台湾人民疑虑的地方嘛，所以他们要能够说明嘛，然后去说服整个台湾民众。你要帮忙说服吗？你要帮忙说服吗？我都还没跟他，对啊，他我有一些问题他还没回答，我怎么办？什么样的问题他还没回答？没有，就到时候再跟你讲啊。他是所以是什么时候跟他讲？没有啦，那我很久没看过这个人的话。有通电话吗？没有。会跟郭董见面吗？啊，会跟郭董见面吗？啊、不讲吧，他人都不在台湾的时候见面。这样，所以觉得郭台铭比蔡英文好吗？那、啊、这个是这样的哦，这个。这个要一样嘛，我就讲过嘛，那大家要出来说明嘛，说明一些我们的内心的一些疑虑啊，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那你有什么疑虑啊？有什么疑虑吗？是的疑虑是什么？就今天这个杜曼没有时间讲了，来，是啊，那你怎么看？就是下午韩国瑜他要北上拼市政。他怎么拼我啊？他就是一些就业机会的活动，他要去新北。不是啊，他要怎么拼我、啊？我说他拼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要帮大家找一些就是就业的机会。我还是听不懂，这通常是这样的、啊。我们通常听到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说不要随便就句下结论嘛，而且问说、啊、他怎么办呢、啊？他是做法是怎样、啊？听一听再讲嘛。我说你这样我没有办法回答。是啊，怎么开说国安局的私烟案啊？总统府开记者会说，私烟的这个案情是超额购买行为，超额购买跟走私其实两个说辞很大。你有没有觉得府方在睁眼说瞎话？没有，他们在新编勾引私点嘛，所以那个走私叫做超买嘛，那也有探路叫为民服务费用。所以你是觉得用这个超买用这个超买来形容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啊？哎，我感觉你了，有时候吼、哦、该办就办嘛。这个他们，我刚才讲了嘛，他们在重编那个重编国语词典的嘛。好了，最后我们觉得睁眼说瞎话也在说谎。那个就是除了两岸面向之外、啊，你觉得你哪里可以做得比小英好？谁？如果参选的话。谁？除了两岸面向之外，你觉得谁参选？如果你参选的话，我还没参选，在有没有？还在晃好吗？知道你怎么跟他说阿扁组一边一国的行动党、啊？他说可能8月就会成立。哇，现在党越来越多，现在还有什么？还有一边一国行动党，不是还有个喜乐岛联盟吗？啊，那个两个一样吗？我不晓得。可是他的儿子陈志忠说，就是现在不适合。他就是爸爸跟儿子之间不知道有哪些沟通上的环节出错。爸爸跟儿子沟通有问题的，都比比皆是了。好了，那你明天要去云林拜庙，你明天要去云林拜庙，然后后天小英总统也要去同一间，就是两个人感觉大家都说你是要去顶位选举铺路。没有，我不晓得这个，不，假日我有空就到处走一走啊，这个促进国内观光旅游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